弟兄姊妹，心灵珍宝今日的主题是主多么要我们的爱，第二部分。从雅歌中三次讲到相熟，我们看见信徒是越来越进步，更深体会主的渴求和暖慕。我们一生最重要是先享受主的爱，然后去爱返佢，从这颗心发出一生的果效。在葡萄园中，就是在教会里面将爱情给主，有新陈佳美的果子。正如保罗一生都为建造合主心意的教会东征西战。好宝贵，有一日主必定会回来，我们是等候良人从天转回。第六章第二第三节，咁呢度咧就更加进步咗，就变咗先讲咗咧，我属我的良人。嗱，翻越久咧，越经历主嘅爱咧，佢喺我心中咧系更加忠心，我更加爱佢啊！咁样，而家更加睇到佢几咁要我哋，几要我属于佢。我的良人，下入自己园中。稻香花魁在园内牧放群羊才把花我属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他在白花中牧放群羊牧放群羊我属我的良人他也怜慕我我的良人来吧你我可以往天间去你我可以在千庄之数可以在千庄之数我们早晨起来往葡萄园去看葡萄开花没有石榴放蕊没有我在哪里要将我的爱情给你。我翻你同我都系咁样投入，最重要帮亲近先啦。往田间去，就将住宿喺个美好环境中咧，帮佢一直同活。跟住咧，我哋就回应佢话：我今日主要使我喺咁多年啦，喺葡萄园中。在那裡將我愛給回主我是已經委身給主了我都是你的我都是委身給教會即是他的心意我都很關注呢主的事正如保羅呢他一生呢即是他第一樣他要認識主和經歷他他這個是他自保跟著他今天投射下去神的心意裡你睇《使徒行传》，佢一处一路越去远，一路咩啊，都系见到主心意教会，同写书信咧，都系想帮教会。保罗绝对喺葡萄园中啦，喺工场啊，喺教会个工场就系为主继续扩张境界啦，建造更多主心意教会。保罗依家生就咁样，而家记咗喺《使徒行传》嗰度，所以证明咧神系好珍贵呢啲。咁就算我哋已经唔系记咗喺圣经度啦。
一样系已经珍藏喺主嘅心中。我生啦，爱佢啊，同埋咧喺佢生命中啦，即系帮我同心同工，以佢事为念，以父事为念啦，而且心意啦，都珍藏喺心中。我应该系保罗嗰种嘅使徒主一样嘅。保罗身体可以冇第二样嘢，佢根本就系主同埋教会，唔成成心意。如果系保罗嘅长命啲啦，我发现新大陆嘅影响系佢，佢要去到西班牙已经。嗱，如果佢长命啲去完咗之后，我想佢再西班牙再去边度咧？我讲笑话啲，可能发现埋咧北极、南极。嗱，呢个保罗嘅一生。我怕都是你我的一生，那我都是这样活着，因为你爱他是有，你是实际的，有实际。保罗他用一生来讲回应，第一点他注意我们，所以我们要亲近他，享受他爱，使我心爱他。那有一样之后呢，我不单纯只是心灵爱他，没有其他的回应的话，我们要最爱他了，最爱的就是弟兄姊妹，我们要帮弟兄姊妹，佢都为人死啊嘛，咁波罗话咧，佢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因为世界人太需要佢自己，啊，于是疫情啦，咁多长者病死咗啊，最惨就佢哋未信主啊，啊，可能你帮我一样啦，主要好开心，一齐喺蒲园中将爱情俾个主，一生嘅爱嘅回应，永恒都系。所以早晨就起嚟咧，关顾个情况啦，团员里面嘅情况有冇开花结果嘅机会，好想有多啲果子。翻前面佢都系喺门内，门内呢度咧就系、是、原文种数嘅，个翻译系种数咗少少，等于我哋喺各区嘅教会、各地教会咧，各样新陈佳味啲果子。风茄咧就系、是、爱情嘅果嚟，爱系要结出果出嚟噶。所以想到玛利亚主的爱真的得罪他，他将香膏使得表面将自己献上，那个香气充满屋子。风茄芳香，风茄芳香，在我们的门内有各样新陈佳味的果子，新陈佳味的果子，我的良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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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是我为你存留的，我为你存留的，最好大享受，因为佢结出新陈佳味果子。有翻佢为主得咗多未信嗰啲啦，嘅新嘅果子，亦都系啦，陈咧就嗰啲就已经系信咗主啲，咁但可以更加爱主嘅。咁有啲可以翻去主心意里面啦，咁样系主佢嘅享受嚟。咁有啲咧就冇翻聚会翻翻嚟咧，我都系太美好嘅，主好大享受。除咗主学想佢见我哋，我嘅心都系即系想我翻嚟。但系要神嘅心愿完成先翻到嚟。下一步位啦，主要教门徒祷告咧就快嚟啦。佢叫我祷告点啊？愿你国降临，约翰嗰个嘅祷告咧，主耶稣啊，我预你来啦，喺圣经最后嗰度咧，已经好多年啦，但系唔会就喺圣经度噶，主系会翻嚟啊！就主佢喺启示录最后一章咧，佢讲三次，我必快来，唔系空啊！咁我喺时代咧，佢真系快嚟。但咁就主要使我哋能够肩负最后一排，人生系咪太宝贵咧？主喺时代嘅托付我哋，解释我哋。
我的良人，我的良人啊，求你快来快来，如羚羊或小鹿，在香草山上。我的良人，我的良人啊，求你快来，求你快来，如羚羊。